要用学会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解决问题哦。注意左上角的提示，三星评价是可以额外获得金币奖励。我肯定要拿三星了，对不对？必须满足上面的条件，请再次点击方格。哎，那我是故意的，你是故意的，那没办法，呆子，这个就交给你解决吧。走走走，味道好。我们对摇好药，然后来放油水，可以技能模拟飞机。哦，得来吧，哎，然后战斗胜利，我升级喽，获得两个雨滴。然后获得一张卡片，一星的这个鸣人小妖精，然后得到一个副药。哇哦，哎，有两个宝箱，然后获得一张一星的控制型希尔夫，然后获得了一张控制型希尔夫，然后把这个心灵拿走，这个叫心灵，那是两个。然后 Gun Boss， Let's go， Gun Boss 咯。嗯，开始，这个就交给你解决吧，这关你们是没机会过去咯。哼，来吧，我就是来讲你的使用技能飞脚威能。好的，哎呀，声音放小点，然后给它造成一个眩晕效果，然后技能嗜血一击，然后这个嗜血一击就是打一下就回你血，打一下就回你血，总共两次，然后打，然后白就是这么简单粗暴，然后出个奖，然后两点这个好感度，哎，哦，走你。探索完成 ，Oh yeah！ 首次获得三星。许多有意思的活动，完成这些活动可以获得大量的奖励，请点击活动。好，我点。开启宝箱可以获得，宝箱可以通过钥匙开启。如果没有钥匙，那么需要等待时间冷却了，请点击开启。我开，获得五个技能，我得到一张。两星的花仙子，好多宝物啊！记住，每过一段时间都可以过来开启宝箱，请点击关闭。我们可以让刚才获得的卡牌进行出战，请点击卡牌。我点。四星以上的卡牌可以进阶，进阶之后将大幅提升卡牌的 ATK 和 HP。点击自动编辑。我点。重新组合了出战卡组，让我们试试威力吧。好的，第一章学院后山教育范本，消耗三点探索力，恭喜。在探索过程中，点击加速图标可以进行游戏速度的切换，然后就是两倍速度，然后哎，然后解开宝箱，然后获得一张火之精灵萨拉曼达，然后获得一张电击小物女，然后把这个引力啊拿走。然后走，一二三，嘿，获得一个这个，好，开个宝箱，获得一张电击小巫女，然后走起，然后刚 boss 的时候到了，走起。好，我们对战这个预演武蛇，恭喜，哎，技能四学期，好，加两回这个 FP，OK，、OK、技能妖精之丸，再来一发，哎，好的，下来，再来，然后刚死你，然后抽个奖，嘿嘿，一点的行动力，然后再胜利，三星到手。
等级提升三级到四级了。哦，说实话的伤心。我拿下这个钱。好，强化一下，电强化，快强化完毕。哎，我怎么那么多卡牌？哦，当的一下，好 ，OK。那咱们做个日常任务，还有获得500块钱，好，在线奖励，领取。OK， 那就是伙伴，咱们交一下吧。然后，哎，点一个，呜，要上课了啦！发现新科，去打招呼啦，赶紧去上课。哎，跟他打招呼，新科早上好，要上课哦，来不及说早上好啦，快走啦。那个，我是专门过来等新科一起的哦。哼，胆子大了起来啊！我明明拿着水表的时候，你不敢接近我的啊！哎，完了，居然没有注意到水表。铁头山小朋友，是不是有什么不能说的事情要我帮忙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反正都在一起上课，顺路顺路。其实就是说有事找我帮忙，条件可以的话，我也是可以考虑的吧。好的，有点模式了，然后继续战斗。那点这个，第一张学院后山第四关。森林的探索，消耗3点的这个探索力，我都行。然后拿这个，然后看一下这是什么，突击剑客，好的。哎，两个宝箱，哎，得到一张迷人小妖精，然后这是剑姬小巫女，好的，然后。走起哦，可以。哦，对，拿走，当 boss， 对战这个金眼蝮蛇，别跑啊，小心哦！哎呀，是啊，动我动到头上来了，是不是？死了，哎，好，杀了你，哎，当死，当死，技能妖精之吻。拜拜，死了真脆呀、啊！然后抽个奖，然后20点这个经验，好恭喜，升级了，好升到5级了，然后探索完成，哦耶，三星获得，继续，第一章学院后山第五关传说的死亡路线，消耗3点探索力，恭喜，然后哎好的。获得一张突击剑客，哦，获得一张迷人小妖精，走起，好，挡一下小怪，叫迪特丹小本营对战南瓜小妖，好的，然后挡死你，直接看结果，当然是赢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获得一张刺客，好，把这个象拿走，然后把这个青灵拿走。把这个羽翼拿走，然后钢 boss 走起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来帮忙啊！前面那个女汉子说不定是我们的伙伴啊！战斗力那么棒的两女汉子，你觉得需要帮忙吗？小心，有魔物去你们那边了，不要突然插话过来啊，感觉很奇怪的。你要习惯并接受，快点解决魔物吧。我来，好嘞，钢 boss 石头道。解说他的小灯对战双头蝮蛇，用技能水表未能，好的，那也给他造成一个幸运效果，走，后来一点血，哎呀，技能妖精之吻，杠，哎，好的，挡死你，技能蝶之花舞，还要加点血，好的，哎，技能借腹金冲，啊，容易提升点，技能妖精之吻，好的。技能奥义三 ，OK， 直接大刀，挡死你，然后获得25点经验。好好的，你好，我是新科，
我是小 F， 我和我的小 C 走散后就，所以现在是一个人。嗯，话说小 C 是我最喜欢的人。Oh my god， 男朋友啊？别担心，向前走的话一定会遇到的，对不对？那不如前方邀请前方女汉子加入团队，邀请前方女汉子加入团队，不都一样吗？啥子的？来上，来连着，不是 bug 不是程序 bug 哦，欢迎小 F。点，让你们自己慢慢暂停看吧。哎，这次次元学院被魔袭，体育老师也在努力寻找着走散的学生。你也不要着急，会找到小西的。嗯，我一定要找到小西。嗯，大家可以先抱团啊，慢慢的寻找伙伴，这样胜算大得多嘛。开什么玩笑，我不喜欢抱团啊。按照一般故事的尿性不应该是赐予我神之能力吗？根本想多了。或者封我为王也好啊，这个节奏不对啊。人都走了，你喊给谁听啊？快走。去哪？当然是快跟上他们呀。对啊，然后升级了，升到六级，探索完成，然后搞定，三星，然后拿下这个任务，哎，领取，好的，然后领取，哎呀，少了一点，不好意思哈。然后再看看，他有那么多事情，给他看看。然后我们送一个花给他吧，哎，多少？这花是准备送我的吗？好感度提升，好的。那么本期。然后就是这个次元学院逆行实况啊，通关地形攻略第一期就这么结束了。大家喜欢的话就多多关注我的新浪微博、腾讯微博，我的新浪微博、腾讯微博的名字都叫解说达人小魏，然后这个 QQ 是28593769995 28593769995。然后如果你要加我的官方 QQ 粉丝群的话，麻烦你用电脑登录这个优酷，在优酷首页搜索阿凯小万言，然后点击搜索，再点击我那个头像，然后在我自己那个优酷空间那个介绍页上面会写有我那个 QQ 型号，到时候可以加进来好吗？然后再次说。